家送给大家礼物，就是今天开幕式在30分钟之内一定会结束。对。然后就有其他的行程可以跑其他行程，没有其他行程可以继续聊天，享用东西。所以今天开幕式是简单、轻松、自在。好，那我们有废话不多说哈，马上介绍四位艺术工作者出来。哦，对，先介绍贵宾，对，不好意思，因为等一下我们的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四位艺术创作者跟馆长总结，然后我们就结束。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贵宾，那我们就按照签到顺序，然后没有什么大小，那就是长青油画协会的萧秀琴萧理事长，他最早到。不是啦，最早到应该是我们的书法家王俊杰老师啦，不好意思啦。那其他的像是郑英老师还有林富满老师，因为他们还赶其他行程，他们拍照完就走了，就先离开了哈。那南洋美术协会黄义仁理事长跟总干事王淑珍，好，我们的艺术家王俊杰老师也是我们水墨的老师，王俊，王俊是，对对，因为。对，王俊杰、王俊胜、王俊夫，他们是三兄弟。他刚刚一直跟我讲，不好意思，王俊胜老师。对，然后还有我们新乡花卉前会长林俊成老师，然后我们前台南一中校长黄延祥黄校长，还有我们日语就是是苏子贵老师跟王俊夫老师的日语老师温淑慧老师的全家。那魏淑慧老师有一张画像在前面哈，是苏子贵老师画的。还有苏公宏校长是新兴国中校长，好，谢谢。还有一位介绍是侯立仁老师，本来说不要介绍，可是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艺术家侯立仁老师，因为是杨校长的先生，给他后面的支持很多哈。那其他的就是因为都是悠游，很多都是悠游，因为几乎都是全会长，每一个都是会长，对，所以就不用介绍，所以悠游就。各位贵宾，大家好。我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在三年多前呢，不止三年，我申请了这个档次。那要申请的时候呢，我就邀请了杨桂莲杨校长。还有吴国派老师，还有王军夫老师。那他们都答应了，所以我申请的这个档次啊也很遥远啊。那我是觉得说，我一个人的话，你们看的都一张两张看了就完了，就没有什么看头了，对不对？所以我邀请了他们之后呢，我觉得说每个人的作品啊风格都不一样，那你们来看的呢也更多的内容可以看，所以我就邀请了他们参与哈，也谢谢他们三位。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我的话是比较写实啊，因为我都是旅游来的资料，有的是在那边当时画的，那有的是回来啊回忆那个情境啊把它画出来的，所以我的是写实的。那他们呢有不同的，由他们每个人来介绍一下他们自己吧。首先先请杨桂莲杨校长介绍一下。各位贵宾大家早。我很高兴又站在这里跟各位说几句话。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刚好碰到苏子贵老师，他我们在粉彩班认识的，是同学，我们的老师王俊胜老师是我们启蒙老师，是我的粉彩启蒙老师，而我以前从没画过粉彩。那吴国派昨天说我是我先生的入室弟子，他不是入室弟子，可以说是耳濡目染，跟他夜间部同学了50年。
我不是他的学生，因为我姐姐我妹妹是他的学生，只有我不是，所以我不是他的入室弟子。五十年的时间让我成长了很多，他是我的夜间部老师，老师也是朋友，那现在老了吧，反正有伴，有一个想骂对象，有一个画画，没有人敢批评他的图画，我只有我敢批评他。他们这样讲，他说我很凶，所以一路来我的图画应该是受他的影响。不少，但是吴国辉刚刚林俊成说了，说好的留下来，不好的把它踢掉，没错，就是这样，所以我还有保留我自己的个性在里头。今天谢谢各位来观览，尽情指教，谢谢。各位大家好，晚上好，各位好朋友，各位前辈，大家早。早。今天这些话看起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轻松、很快乐、很阳光，对不对？对。虽然我们都有一点点年纪，可是我们还是一样像北北一样青春。好，那我们希望说这次的画展就是让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欣赏作品的一个机会。那我本身就是很喜欢画，也很爱画。那是我以前不是在画，我以前是学美术设计，就是所谓的美术工人，很辛苦。然后后来又去学美术教学，那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是从退休之后，我一个学长，洪国辉学长介绍我去悠悠画会，然后开始，画着画着就越画越多，就画了起来，这样子，爱乐在其中。好，那今天就是也是展览的机会哈，然后跟大家一起见面，非常开心。那也谢谢各位，谢谢，我就讲到这边，谢谢。接下来我们的北北。各位贵宾啊，关掉，大家好。大家早。早。我是天气第四号。黄春如，我的作品在排第第四区，排到在恁的脚趾边边吼。咱咧看图吼，拢会共学了讲，你画了真水吼。但是嘛，有当时会讲，你这画了有独创性，有个性，像今仔日安尼看起，阮四个人拢有各有各的迄个画风啊吼。就是讲像。世界知名的画家嘛是安尼，毕卡索啦、梵谷啦、夏卡尔啦，一看免看伊签名，知影这是哪位。吼、咱又有画会嘛主理啊，吼、洪国辉前迄个创会会长，伊的图嘛是台湾独一无二的。洪老师呢，虽然讲是我的艺专的学弟，但是呢，我的画龄哦，差足侪，伊自毕业就开始画图。我是2008，差不多九年前，我开始屏东拜师学艺。我的老师就是，李金汉老师，伊的老师就是台中的陈英威老师。因两个人的画风嘛是很特殊，我就去遐拜师学艺，有六冬。回来就咧思考这个问题，讲要安怎有家己的画风吼。一寡皮包拢去互占了了去啊！无啊多，我拢有啥物拢无画，我著摕迄个平板电脑遐涂鸦啦。那礼拜四写生，我著摕一本，咱大家拢拍涂鸦色个油画颜料好啊，共涂甲共搁啊，我拢袂，我拢做生意，我著一本。油彩呢？我看恁遮嘛，咱有甲你搁着。是观众唔讲尔啦。后来安尼画画哦，因为它是虚拟的嘛吼，也有笔啊，也有颜料，颜料理论上是啥物色拢有。哦，你若要买特殊的色，足贵的，我迄拢有买，点来就有。所以安尼画，然后我去用输出，我想多啦，输出到30多呢。也是可以骗人啦吼。但是我今年我想讲，如果把这个是数位嘛吼，把这个画我给它换过来油画，是不是
变成我的个人风格，哦，啊，所以我就今年一口气哈，两个月来，因为之前苏老师就讲我咧什么事要点啦嘛，我伫三月到四月中间，我先甲顾头拢过做啦吼，所以我今仔做轻松，就是即摆排伫后壁遮吼，啊，我就甲定义说有数位风的油画啦吼，啊，好坏就请你们给我指教，谢谢。四位好像用不到十分钟，那班长最后做一个总结吗？其实我感觉大家今天讲话拢非常的紧，因为拢按算是半点钟来在结束，哈。从头正义开始在介绍，你感觉足紧，安慰姐老师你讲嘛足紧，我就买讲足紧的哈。但是我绝对要慢下来讲。俗语讲，香香对对满意户，哈。为什么香香对对？四个人点，叫做香香对对，哈，多啊好哈。啊，给大家一个掌声，好不好？刚刚每一位老师都提到说每一个人风格不一样，那我一直觉得说就艺术就是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他诠释的方式，那北北今天选择这样的一个风格，我觉得真的非常独特，我觉得真的坦白说跟苏老师在二课里都没起来，因为你觉得放不掉，一定会像这样子去刻画很多的细节，这个马脸上的阴影还有他的背影他的感觉，我觉得那叫校长买画可能不行，因为校长用粉彩画了很多的细节的部分，那非常的细腻，用色也不太一样。国辉老师，你买画都，买你油画还是看他好放血画啊？像北北这个方式，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玩的地方啊。四个人有四个人不同的画风，但放在一起都觉得一点都不突兀。刚刚国辉老师讲的很重要，他看起来就清新快乐，咋背会？对吧？哈，咋背会？哈。好，那我想也不多说废话。我觉得每一场展览最重要的其实都是大家在这个讲话完之后的这个欣赏作品跟交流，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所以我也不多说废话。那刚刚我看到那个阿明跟阿雷进来，您跟他是别速写人物了的，好不好？好好好。那请容我打一个小小的私人的广告，哎，帮我来一张邀请卡好不好？阿明，拜托姐帮他推荐，可以帮他推荐。这个是属于那个独有的自录性形象。好，给大家介绍目前在南昆新台电路五十秒，被当叫做天地无心哈。这个好，那这个展出的艺术家，我先称他艺术家，我都觉得很怪哈。展出的那个作者叫陈丁玲哈，那就是我爹啦哈。好，他是油画啊，那很多老师也知道，那我就邀请大家。有空你若拄啊有去南昆星拜拜，顺便行行看看，哈，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是咱们的旭峰号二楼，旭峰号二楼，哎，阿敏，你那边点掉哈。好，旭峰号二楼中山路二楼的那个一个小小的艺廊哈，一小小的这个展览空间，那就是我们两位年轻的肖像漫画家，那个来阿敏跟阿磊两位，好。那因为是好朋友，所以大家帮我们打个广告。好，那我想，美术馆一直希望，所以让更多的艺术元素在这里发酵。那不管是怎么样的这个哪一种形式哦，然后最后那个服务台上面有一本这个馆刊，我想老师们都有拿到。翻那个封面，那个是我们另外一位在目前办速写巡回展的画友画的，他画台东的日治时期的五十个这个民所哈，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索取我们的馆刊，一起来欣赏。最后，介绍好来拍好啊，今天先让先内场小朋友来先介绍，谢谢哈。哎，你去两麦克尾吧。好了，那我想曾玉已经把相机拿起来，这个麦克风放下了，就表示接下来呢邀请几位老师一起来台前拍照，这是一定爱来翕相一相。曾玉每次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来观赏照相，好，谢谢。好，那个本馆有脸书粉丝页，那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都会放到脸书上面去，欢迎大家随时来追踪我们的脸书的讯息。那所有的活动，不管是要进行的或是进行的都可以看到，谢谢。Thank you.